Hello Nancy, welcome to my channel。 今天呢我很開心可以出席 Louis Vuitton 的一個 Exotic Leather 的一個 event。 今次的 event 令我更加了解到 Exotic 的 Leather 是怎樣去做成一個的袋，原來真的花很多功夫的。還有呢今天都看到很多不同類型的鱷魚皮的手袋，所以很興奮，希望你們都會 enjoy 今次的影片。 Let's go！好夢幻啊！係啊，這個我哋2021年最新最新嘅顏色叫做 pastel coral。咁你見到個顏色會比較豐富啲，所以咧望落去咧比較少女啲啦，比較有夢幻啲嘅感覺。嚟到會場嘅中間咧，呢個佈置好靚啊！係啊，我哋請咗一個藝術家啦，去幫我哋特別去設計咗呢個嘅佈置嘅。因為咧，其實鱷魚咧都喺啲叢林嗰度長大噶嘛。今次咧，其實我哋就用咗一個比較深色，好似一個冰島嘅青苔嘅感覺，去襯托翻鱷魚皮，去展示翻佢哋好似係原野嘅感覺咯。呢、这個顏色都比較特別啲啦，其實呢個銀色個工藝叫做 black ink， 就好似用一個白色嘅墨滴落個黑色嘅畫布咁樣，呈現一個好有層次感嘅感覺。Jason 這個系列好特別喎、哦！係啊，這個其實用一個摘染嘅技術去做嚟嘅。咁話其實呢個係一個日本嘅傳統工藝啦。咁其實如果鱷魚皮度呈現嘅話，其實嗰個難度更加高。這個就係一個雙色嘅摘染啦。其實我哋仲有一個三色嘅摘染嘅。咁技術都係比較獨特啲，特別湯先會有嘅啫。呢、这個咁靚嘅袋，加上一個全鑽嘅鎖之後，出嚟嘅感覺會更加高貴同埋華麗。一面的袋，所以一個手袋大約都要用3至5隻鱷魚，咁仲要係嗰3至5隻鱷魚之中咧，仲要係要係從中係好多好多隻鱷魚挑選個紋路，係一樣先可以做到。所以買一支鱷魚皮一個手袋係個價值係咁貴。咦？今次個 event 咧有個 workshop 啊，有個工匠喺度喎。係咪你哋 LV 咧都有一個好強大嘅維修團隊咧喺香港㗎？係啊，我哋香港有一個好強大嘅維修團隊，其實想令到客人咧更加對我哋嘅產品有信心。咁就唔使等咁耐咯。冇錯啦。哇！我而家先知道咧，一個吸鮮嘅袋咧有咁多 pass 嘅。係啊，因為呢個袋咧，其實個工序係最多嘅。我哋好多袋咧，其實有唔同嘅 step 啦，而呢個袋咧個工序係超過200。好像話係咪淨係個手柄都要整成20分鐘啊？係啊，個手柄有超過15個 step， 而最少都要20分鐘先可以做到。哇！真係今次唔睇真係唔知道啊！每一個手袋都好似藝術品咁獨一無二。
特別的 event 啊，即係令我大開眼界。多謝你過嚟神山。我真的想問咧，呢啲咁靚嘅 Exotic Leather 嘅手袋咧，點樣即係點解咁矜貴咧？點解咁矜貴？咁首先咧，其實由養殖外園開始啦，其實同呢只外園佢都有好自己嘅特色性。因為其實外園嘅鱗片咧，其實每隻都唔同嘅。咁由我哋去揀選外園啦，到養殖外園啦，其實花嘅時間係超過半年時間。所以每一隻袋咧，都需要用三至五隻外園嘅先做埋好上。咁所以佢嗰個價值其實就在於佢嗰個嘅時間嘅等待啦，同埋尋找一個最靚。剛才我也看到這個系列有小和大的尺寸，這個是大的尺寸比更加難咯。是啊，因為如果做大的尺寸的話，其實就是外面那個養殖的時間會更加難，才可以去到更大的空間在這裡。所以其實如果做一個比較長這個頭的時間，那個外面的成長的時間會比較短的時間會更加難。而我剛才也留意到這個系列的手袋它是有一個撒哈拉的一個顏色的名字嘛。沒錯，是的。留意到有些金色的邊喎，其實意境就好像在撒哈拉沙漠那裡，當微風吹過流沙，其實就成了金色的袋。所以這個袋除了展示這個顏色的意境之外，其實它還特別保留了外面的顏色在這裡，很漂亮。它就想展示外面的生命力。那這個袋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功能呢？其實這個袋是用來放東西的，咁其實銀色嘅意見咧就係、是、呢、這個就係陽光啦，陽光照落去嘅沙，嗰、那個就係夜晚月亮下面嘅沙嘅，月亮照落去嘅沙，冇錯，呢、這個係日頭一個夜晚嘅感覺，好特別啊！咦，頭先嗰個袋咧係 B B size 啊，咁呢一個係 mini size 啊？係啊，呢、這個就係 Capucine 嘅 mini size， 係啦。佢就係今年呢個嘅非常之即係hot 嘅 item 咯。係啊，今年我哋嘅倉咧，其實我哋每年都有一個主題嘅，比如講今年嘅主題就叫做以後先。咁我就知道咧，嗱，即係而家係大揭秘啊！點解會極特登介紹一個白色呢？原來咧，即係頭先阿 Jason 有講到啦，咁啊，其他即係所有顏色其實大家都個價錢係一樣嘅，但係其實白色係最難做嘅，因為白色其實就好顯嗰個傷痕啊嘛。咁頭先講過啦，其實鱷魚都比較即係比較冇用鬥痕，係啊，冇用鬥痕啲啦。咁所以就其實就會比較多啲傷痕喺個身體。咁第一有傷咧，佢其實係白色係好難冚到噶嘛。所以你就要挑一些乖的純的很喜歡打架的鱷魚去做挑上那次你的完美的皮膚才可以做到這個評價咯。所以呢、就是、第一我就很喜歡白色啦，第二呢大家都是比較、就是同樣的皮來說呢，原來揀白色呢是更加矜貴的。欣賞完咁多藝術品之後呢，還可以來到一個很舒服的休息室呢去探望 T set。咁我今日咧就參觀完呢個 event 啦，真係好中意呢個品牌，佢嗰個工藝啦，成個袋咧原來真係係分好多層先去做成一個咁靚咁完美嘅一個嘅鱷魚皮手袋啦。咁同埋我係好中意佢其中有幾個嘅袋款啦，係加上唔同嘅雜染啊，同埋一個嘅水墨嗰個嘅那個程序去做嗰個嘅皮，咁我令到每一個袋咧真係都獨一無二。咁呢樣嘢咧，我係真係好欣賞嘅。希望你哋透過呢條片都會更加認識呢個品牌啦。咁啊，記住 like、subscribe 同埋 comment， 同埋咧撳埋隔離個鐘仔啦。咁我哋下次見啦，拜拜。